少年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能量的爆发，意味着光芒的绽放。少年更意味着无限的未来。他们是谁？走进未知世界，去探索陌生的领域，让一切未知都变为已知。勇敢迎接挑战，去徜徉科技的海洋，在探索中打开精神宝藏。不惧黑暗，也不怕面对层层的阻碍，用头脑去探索光的源头。跨越视线的边际，开启璀璨的人生，敞开心扉，拥抱全新世界。用一份热情去成就无限可能，用青春的力量去锁定未来的方向。以自己的选择开启全新的人生，从不被定义，努力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，用满腔热情去突破前路的坎坷，像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，散发无限的光与热，乘风破浪，直抵未来。心中有梦想的人，从不放弃向上的可能。我们是谁？是少年。我们传统新潮，纯粹内敛，有理想，热爱美食，对我的台巴说简直身边味一份，我菜带劲的很，大火候粉，这菜嘎嘎香。少年从未老去，热情从未衰减，未来拥有梦想，活力更加澎湃。年轻的心脏涌动着滚烫的热血，从不害怕失败，在激烈的角逐中展现青春的力量，在知识的海洋中扬起自信的风帆，欢乐的歌声唱响收获与精进，在前方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脚步。非凡七十载，扬帆新时代。这里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，让少年更少年，便是追求卓越的我们。来青岛遇见山海，来石大遇见未来。